听读练习。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是一种比较合理的人才管理观念。领导者在用人之前，必须十分谨慎，应全面考察候选人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。一旦任用后，就应对其充分信任，不要随便怀疑。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是一种比较合理的人才管理观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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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领导者在用人之前，必须十分谨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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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应全面考察候选人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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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旦任用后，就应对其充分信任，不要随便怀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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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是一种比较合理的人才管理观念。领导者在用人之前，必须十分谨慎，应全面考察候选人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。一旦任用后，就应对其充分信任，不要随便怀疑。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是一种比较合理的人才管理观念。领导者在用人之前，
必须十分谨慎，应全面考察候选人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。一旦任用后，就应对其充分信任，不要随便怀疑。